几千年来，古人都使用银作为抗菌用途，当中包括用银制造餐具，以致在牛奶中放入银币，目的都是为了抗菌。随着科技越趋进步，银的抗菌应用亦更见高效。那么银离子的抗菌原理是什么呢？银离子可以依附在病原菌的细胞膜上，彻底破坏细胞膜的通透性以及呼吸作用等功能。病原菌里的硫或者是磷会和银离子产生反应，银离子会穿过病原菌的细胞壁，深入将它摧毁。银离子有别于银离子或是其他一次性消毒剂的单次作用，银离子是可以持续保持抗菌作用。 LACO Silver 365采用的银离子取得权威机构认证，有效抑制主要病原菌达至 99.999%。 另外我们也经过检测，对流感以及肠病毒具有抑制作用。以上资讯由 LACO Silver 365提供。